我是他的代理人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。我说怎么看着这么面熟？要是没看错的话，你就是那个娱乐小报的著名记者吧？非著名记者徐子林，你谁呀？哦，我一见到美女就紧张，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。我是新远公司的法律顾问，也是石新先生的律师，我姓方。 司新先生工作太忙，脱不开身。听说滕女士受伤住院了，她很是担心，让我代表她来看望一下。这么虚伪的话，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呀？让石新收起他那假惺惺的关心吧。这些话你可以跟石先生讲，我来就是代为转达石先生的心意。不需要，回去告诉石新，滕女士一出院就离婚。离婚？这么严重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离婚他不知道吗？滕女士为什么躺在这儿？他不知道吗？徐记者，这些事情你是管不着的。退一万步讲，即便是他们要离婚，也是由他们夫妻双方去谈的。谈什么谈？财产一人一半，孩子归滕女士，就这么着了。<笑>你笑什么？财产一人。 您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那您实在太不关心公司的运作了。啊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就说我嘛，一见到美女就容易紧张。这是新远公司的资产明细，现在总共负债是4280万。你们夫妻名下共同拥有一栋别墅，估价为820万，所以现在。 你们共同拥有资产是负3460万，恭喜您离婚之后将分得1730万的负资产。好了，该转达的我都转达了，该送的材料也都送到了。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留到法庭上去讲。当然了。 到时候我希望你能负担得起律师费。告辞。等一下，你站住！虽然我很喜欢跟美女打交道，但是今天确实很忙。反正你也有我的名片了，改天想聊的话，就打给我。啊，对了，我开的不是叉六，是六系，不知道徐小姐。 能不能做得惯呢？<笑>好了，再会了。谁啊？石新的律师。那混蛋又找人欺负你啊！看我把他给废了！拉我干什么呀？他都把你家人际大呢，你还跟他客气啊？别以为只有他会玩赢，盯爽爽。到。从今天开始24小时盯着他，发挥你一个专业狗仔所有的技能，我就不相信了，他是一个没有缝隙的。明白。 Ah!
这哪追得上啊？喂，讲究。一切顺利，我现在去见你。Thank you.